小猪佩奇的下午茶时间到啦，首先来给他倒一杯咖啡。One more coffee。咖啡倒好了，再加点奶油进去，拿给佩奇喝喽。不错哦，再拿一块甜甜圈给佩奇吃。甜甜圈也好好吃啊。接着再给佩奇煎个鸡蛋。鸡蛋煎好喽，我们把它盛到盘子里，再拿给佩奇吃。鸡蛋好好吃。接下来煎一块小面包。加一些芝麻酱在上边，面包也煎好啦，盛到盘子里，拿给佩奇吃喽。这个面包好香啊。接着来倒杯果汁给佩奇喝。一杯西瓜汁倒好啦，拿给佩奇解解渴。西瓜汁太甜了，拿一根香蕉把皮给剥开给佩奇吃喽。香蕉好好吃啊。